好，现在带您关心娱乐圈的焦点啊。55岁的艺人贺一航现在惊传他罹患了大肠癌第3期啊，因为呢，据了解他因为血便就医检查，结果现在被告知罹癌，而且下周要到荣总治疗。他也说呢，讲来本来不想讲了，怕大家误会我在博取同情，而甚至呢，他还说一度瞒着妈妈，就怕妈妈伤心，因为他每个月还要还国税局10万，还有500多万的税没有还完，现在突然罹癌，让他和老婆当然心情非常的低落。